主料：海蜇200克，黄瓜80克，辅料：芝麻油、盐、糖、酱油、白醋、蒜头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材料：黄瓜、海蜇。海蜇洗干净，用温水冲下黄瓜切薄片，加到一起，然后加入蒜头、芝麻油、盐、糖、酱油、白醋，搅拌均匀即可。最后的成品，烹饪技巧，拌好冰箱冰会，味道会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